医生，你为什么没有继续玩 BBS 呢？唉，说来话长。哦，有八卦的味道哦。你没被人虚过哦。我都是被推爆的那个。有问题哎！幸福专卖小姐，蜘蛛人，木偶人。妈的！我要的是独家，你去给我搞一些大家都有东西干什么啊？我再给你他妈五天的时间，如果你没弄个大头条出来，你他妈的就不用混了。算爱和美女请联络，拜托一经走开啊！我想跟山东一样。No。我们最大的特点在于播放 BBS 画面又大又清楚，字体浑圆无锯，还拥有同时浏览四个版面的能力呢。您好，我是本年轻嘛，这什么大学？我怎么听都没听过。我们公司是很重视学历，不需要像你这样的事业人士。不过，你看隔壁公司需不需要什么扫地人？哇，这个你有够正的啦！你们看，简直就是极品啊！凶啊！你又知道他很凶了。你新警察哦，好凶就是好凶啊！瞬间就被删掉了。狗狗乖哦，来来来，八卦版就快要撑不住了。带上这只猴子，它很精明的。大神，你是九大神，我想要成这个女生的相夫。我认得你，来自枯燥世界的木偶人。你刚给我那个是什么东西？是爆竹。那是什么？可以吃吗？BBS 能有什么大新闻？还不就是一群学生搞出来的小圈圈罢了。告诉你一个铁则，真正的新闻啊，是靠双脚跑出来的。你以为坐在电脑萤幕前就会有头条从天上掉下来吗？这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为什么站上乱成这样，却没有人出面制止？你还好吧？这声音听起来有气无力的。唉，我想我是累的，无论是工作还是 BBS。这家伙一定是乡民派来的内鬼，用尽全力也要把这给找出来。哎，小慧，你下一堂女课吗？我们一起去逛出去好不好？我等一下还有事哎。大家不要被版主们利用了，没图没真相啊！看了这影片，你们还能如此冷静吗？这个事件并不单纯，乡民与版主各执一词。如果因此而闹上新闻，BBS 将会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。你们是战场的贵宾吗？我没必要回答你。你想做什么？我没必要回答你。哼！哈哈哈哈哈哈 ！Yes！ 你真狼狈呀，木偶人！可你就只有这一点能耐吗？目标离我们多远？几千个乡民的距离吗？那就只能统统干掉。他们都在等我们，还在倒计时。我下辈子都在长这样，早就自杀了。救命他们！我要他们永远记得，他们曾经用 BBS 杀死一个女孩子。谁让这个世界变得混乱？在这里为数众多的我们代表一切，这就是乡民的正义。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正义，那我将化为地狱的业火，将这个地方燃烧殆尽。出来吧，卡卡莎！卡卡